黄冠廷叫我报假账啊，去补伊小妹的卡，我就真正无法度啊，才会报到阮庙里来。你是假死啊！你是听到黄冠廷的什么话嘴啊？这种代志你嘛要帮伊做啊？这是犯法呢！你就唔惊欺骗性命会受到报应哦？我真正唔知呀！你明明就是一个娇娇的人啊，那专门啊做一款啊好多代志啦。去爱着一个有某的人啊，佫不敢记得无啊！你即摆佫替伊做假笑，你敢真正一世人哦？就安尼无勇气是毋？我即摆就伫遐想报应啊，敢毋是？或者我即摆已经一无所有啊！我嘛唔惊风查啊！你要不要去检查视力啊？安尼我看袂出来。敢毋是因为迄天，因为林慧姐代志咧冤家，伊搁咧生气。哎爸，那安尼我敢卖回视力啊？爱，一定爱，绝对爱的，你他妈从来回视力。啊，你无头无尾是咧讲啥？我也无讲话啊。哼，你免讲话啊。我就知影，我是恁爸爸呢。你考得很优秀，我就知道你在想啥。你的秘密全写在你的脸上。你嘛是在想讲，唉，我是不是应该跟慧君道歉呢？你是有读心术哦，这厉害。你管我是不是有这么厉害？慧君，你即摆管伊个回事嘞啦？慧君姐姐无欢喜，我嘛欢喜袂起来。我也无做唔到代志啊！我是安怎要回事嘞啊？而且伊嘛甲我派呢。你是不是男生啊？这你爱计较？对啊，我是查甫人，阁是头家，安尼甲伊计较，是毋是受过无品啊？安尼就是无品。喂，干！然后面对前面。好，我是看电视路的哦，人拢安尼，双手交握，放在小腹，眼神看着正前方，用很诚恳的语气安尼甲伊讲：“我明仔载，请原谅我。”来，做几个。喂，刚有需要做到这款程度啊？好啊，随在你啊。那歪做哦，到有时阵，慧君姐姐手机在这边。那我就不知啊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